来塔罗占卜，未来一个月我在哪方面能够与人为善？好，我们请现场的来宾还有电视前面的观众朋友们好，凭第一直觉1号到5号任选一个数字，看看未来一个月我在哪一方面可以与人为善。好，我选3号。好，我2号。我刚刚就想选1耶，看到就一。好，2号。4。好，独立哥跟雅兰姐，1、2、3、4号。那我们就开始了哈。那我们就先看有美玲跟这个雅兰姐选到的1号呢，选到1号，非常恭喜，开始学习好好理财啊，理财。这任务这代表什么？第一，你有财可以理财，是理财，而且未来一个月财运非常的旺，我们能够帮这个让这个什么李专赚了不少的佣金，所以也代表我们的收入是非常丰厚的，所以有90分，非常的恭喜。好，接着来看就是辛西亚跟李欣老师选到的2号呢，2号牌我们说是团队合作共创事业的佳绩，也非常的棒。这时候会让大家发现哦，这个团队真的不能没有你，你就是出现了一个非常关键性的角色，自己的光芒能够让更多人看见，也是非常的恭喜了。好，那个 Yuki 选到了3号，对不对？3号牌呢，我们说是经验分享健康心知，也非常的好哦。这时候呢，我们讲有时候一个人运动很无聊，你有机会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，我们也了解更多的健康养生的观念，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，打下非常这种讲坚强的基石，未来可以指日可待哈。接着呢，我们来看这个阿美老师跟笃林哥选到的4号牌。4号牌呢，我们说是友情支持，温暖心房哈，也是非常的好哦。这时候不管你是想要真的是哈，这个我们讲抱怨婆婆，或者是吐吐媳妇的苦水，都会有懂你的人。那再来这个呢，也是我们讲说那种贵人人缘非常好的时刻哈，所以也可以好好的把握一下。最后恭喜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，抽到5号牌的朋友呢，我们说是家庭关系和乐融融。好，不要小看这个哦，因为这样子我们没有后顾之忧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全力的冲刺，不管你要做什么都一定能够成功的，恭喜大家。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来，观众朋友请注意啦，哎，命运好玩的观众朋友，限定活动开跑了，现在加入命运好玩的官方 LINE， 免费索取鬼月限定的爱檀香洗手乳，8月起每天晚上的11点限量开奖。谢谢老师，谢谢来宾，祝福大家婆媳和和，开开心心。感谢你收看，拜拜。谢谢婆婆，谢谢婆婆。受欢迎的命理大师现在都在命运好好玩开运服务，包含神准算命、开运商品、开运秘法，请上网搜寻命运好好玩。